去买好吃的了。我是第一次啊。对呀 ，Escapen， 因为迟到了，所以他是刚来，带着他再过来过转一圈。啊、哦，加油！这次有什么主题吗？这次我要买牛肉。你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吗？我要吃寿司。寿司呀，好、啊，好的，好的。这边好像有卖的，因为这边旁边的海鲜。寿司的牌子好多贵哇！你看，哇，你看这边的鲨鱼，哇，好大呀！哎，这是那个泰吧，圆的那个，好大，那个金枪鱼啊，他们那个什么手，哇，外婆，啊，这里也有个人你要买吗？发现了他要买的那个寿司，塞好快哦！啊，做小甜品的对，还有果汁。我觉得日本人会生吃黄瓜，好像很少，除非拌在那个沙拉里边。就咱像咱这样拿一根黄瓜那么啃，好像日本人很少。对啊，腌黄瓜比较多。来，咱俩换一下，你过来。买到你那个什么鳄鱼就好了。还挺好的。对对，鸡块不够了，还要再吃。正好有新炸出来的。哦，那边有吉祥物，过去看一眼，可能是这个美食节的吉祥物。好好。好坏呀、啊！这小孩在这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卡利亚走了。你要不要照？啊，算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个。好，跟贺强合完了照，我们再去找一些其他的吃食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啊，买啥呢？我要买章鱼。那边有同级队，他们刚才也没有买。马上买了章鱼小丸子，我要买章鱼小丸子。看看了啊，看看。前方在哪里？在这儿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牛肉串。他要买那个小宋同学要买章鱼小丸子。对，章鱼小丸子啊，好。哎，这个300块钱。要买烤牛肉串，买烤牛肉串。啊，看起来是好。你们现在发现了？照人呢？照人呢？我俩还在这等呢。嗯。哎，来哦。买到了。哎。然后看你照一下这个队伍，你看刚才好像是需要排队的，我们好像拿着摄像头插了一个队。是。这样咱们三个又买齐了是吧？好，回去吃喽，走。回去喽，走。为什么咱每次都没有看？啊，你上回。哇，好多人哦。大家都在吗？对啊。摄影棚了，介绍给大家介绍我们买的好吃的。好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回去等东西喽，这是炸鸡块，大家可以看到。没有，没看不着，你要拿起来给大家看。拿不起来了。对啊。三个三。多新鲜，刚炸的。刚拿出来的，我已经偷过来了。刚才那个炸鸡块的大哥还没吃完呢，他跟我说谢谢。这是鸡肉，然后我的呢是牛肉，哎，烤牛肉。哇，你看多大一块儿啊！他们俩都是肉，我这个就是章鱼肉，小丸子，章鱼小丸子。来，要不要尝一尝？要。一人挑一个。立马预备，然后从镜头后方伸出了一张章鱼手。可以吗？特殊组合。镜头后方伸出了一张嘴。哇，我也瘦。他的炸鸡块好好吃，你尝尝。我需要章鱼啊。绿绿的人在偷吃。不要再偷了。偷的话，那么两个好不好？
ないけど。はい、どうぞ。还有茶喝。啊，我这还在啊。カメラも食べた。拿到了免费的。茶も入った。あ、茶も入った。そこ入れてくれた。あれで二つ飲んで。那我们现在碰到这个人呢，他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搞笑艺人的爸爸，然后他在这边也是有自己的那个一个店嘛，所以他前面请我们吃的是我们的烤肉串，非常谢谢。还有好多卖这种小东西的。都只要100块。ほらほら、何も考えなくていいよ。100円玉で持ってるよ。こっちは100円1個。お姉さん綺麗だからあげる。これはね、お姉さん 22.5 だった。あれお花とかさ、お人形さんお答えなの。 22.5。 お姉さんもあげる。はい。他说因为我们很漂亮，所以送了我们一人一个。他说因为我们很漂亮，本来100块一个，我们可以100块三个。他其实是放那种种那种花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可以放的一些，就是日本不是很有那种娃娃木偶的那种，可以放的。200块，哎，是真的。那你送来。万圣节的时候可以送。但是真的还是真的真的真的。真的南瓜可以吃的。对呀、啊。真的南瓜呀。两个。頑張って。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るよ。おー、腹くちゃだったら。はい、入れるね。はい。夜は見つけられない。はい。スタミナ。1500カロリー。すごい。正在翻炒中呢。はい、焼きそば200円。買って200円、買って200円。はい、200円よ、200円。这里呢，还有一个舞台是有人唱歌的嘛。虽然它是一个中央市场，但是它也有这样子的音乐活动。今天我们带来表演的是两个。看这个真的，而且是当场他那个在烤的时候嘛，然后那个帽子斜着戴，就很像我们国内那种烤羊肉串的感觉。没有见过肉这么紧，没有见过这么大一串的吧？没有见过，没有对。一泼摸特别在ました。你看，我的手其实只有背，好厉害！来尝一下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、いただこう。给他吃。おいしい。柔らかい。柔らかい。柔らかい。牛排的感觉。我觉得它里面好。有那个油脂，好好吃啊！穿一个，还有因为今天是夏夏的生日，买了一个蛋糕。不过现在还不能吃哦，就要留到最后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来看一下这个蛋糕，真的看上去好贵的感觉，造型很帅，有没有？这个蛋糕如果我们买的话，至少要3000-4000，1000块钱哦。只在今天。好好吃，那个cheese。